提到父亲这个角色，你觉得他的存在感大吗？很多人都会觉得在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好像被边缘化了。但是如果你真的看市面上的书，有谁认真在探讨父亲这个职务、这个角色，以及身为父亲的心路历程呢？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就非常非常的特别，也是少见关于父亲角色职务的探讨。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父亲养成指南》。其实这本书大家不要觉得是一个工具书，觉得好像是要教所有的新手爸爸你要如何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神队友。很多人说父亲在孩子养育过程当中就是一个玩乐角色，很多妈妈会非常哀怨喂奶的时候父亲呢就是用脚在喂奶，甚至呢总是觉得父亲只是在陪孩子游戏，然后一直把家里弄得很乱很乱，不断地发出噪音。当妈妈很辛苦在整理家务的时候，父亲只会跟孩子玩骑马打仗。这是事实，但这真的是父亲应该做的事吗？在这本书里面，透过了社会学、人类演化还有文化的考究，会告诉我们父亲这个角色到底是怎么生成的。读者朋友，你一定会想，父亲这个角色或这个职务的担当呢，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学习的？很多人都觉得父亲他不用怀孕啊，所以他不会懂得当一个父亲什么时候开始，不像母亲，我们觉得母亲有所谓的母职优势，也就是当怀孕那一刻开始，孩子跟母亲之间就已经有了相连带的关系，但是父亲好像没有。可你错了，因为父亲呢虽然没有怀孕，可是如果在母亲在怀孕阶段的时候就可以跟孩子不断地透过这个肚皮的对话，其实父亲的这种跟孩子之间关联性在很多的实证上是发现是有关联的。在这本书还告诉你，其实父亲看到孩子他们会有一种分泌的一个雌素。我们知道其实人在面对一个新生儿的时候觉得他很可爱，其实父亲也是一样的，他会发现他看到孩子的时候跟母亲看到孩子是一样的生理反应的，但是父亲的这个让他快乐的角色是出现在给孩子保护感还有安全感。其实从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海德堡人呢，他们就开始有父亲角色的形成。你那时候会觉得父亲到底在做什么呢？很简单一个道理，在人类进化过程当中，因为女性在怀孕要生小孩，生产的过程会耗尽她非常大的体力，而且要抚养小孩，这时候他们的职能角色就开始分工了。所以父亲呢，他就要负责去做这种体力劳动比较大的工作，他必须狩猎，必须生产出一些喂养孩子的这些工具，他的任务是让人类的生命可以延续。如果提到这里，你会觉得父亲角色非常非常伟大。如果50万年前我们人类祖先父亲这个角色没有办法让人类可以在安全的环境存续下来的话，可能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父亲、母亲还有孩子的角色了。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工具书，也不是一个说教书，最重要的它有一点像是要替父亲这个角色来平反。如果你认为你家那个老公，如果你认为家里的爸爸永远是翘着二郎腿然后出一张手这样做事情，看完这本书后，你可能对父亲应该做什么事会有重新的认定了。